咁其实琴晚九点钟已经嚟到慕尼黑啦，但系今朝一起身谂住出去就落雪啦。咁而家咧，成12点啊，就系我而家要赶住去嗰个 Marine Pass 度睇嗰个钟，就12点就会响钟啦。咁所以佢就会有一个几得意嘅转下转下咁喺个钟度，就一再俾你睇。因为仲有一个月就圣诞啦，所以周围都开始布置啊！你睇下呢个，劲有圣诞气氛啊！好多都播翻首圣诞歌先。播完歌，我哋翻翻嚟 Marine Plus。哦，喐啦喐啦喐啦！咁呢一个钟嘅表演咧，有三个故仔嘅。第一个咧就系讲紧威廉五世公爵嘅婚礼啦，系一个超豪华婚礼。第二个咧就系一场竞技比赛。由左手边的德国骑士对右手边的法国骑士，咁结果边个赢呢？梗系德国啦！哦啦啦，法国分队咗啦！第三个故事咧，系关于以前德国有黑死病喎。咁完咗黑死病之后，啲人都系太惊，唔敢出街嘅。咁所以一班木桶工人咧就出街跳舞咁样，令其他人都一齐出嚟玩咯。哇！今朝落完雪，落完雨，而家天气真系超好啊！趁而家有白蓝天白云的时候，快啲上去睇下嗰个景色。我从来都冇上过去噶咯，即系我每一次都好赶，或者唔知道我仲冇呢个意识要上去嘅。总之，跟住我而家就可以终于揾到个靓位影下 Marine Plaza。呢一座圣 Peter's Church 咧都几够下噶啦，好彩咧啲木楼梯行落去唔会咦咦诶嘅啫，好似都几稳阵嘅。喂，救命！完全睇唔到个顶噶咯，完全唔知自己要行到去几高添喎而家。呢边啊，继续行，再讲就冇气啦。救命啊！上到呢度超大风啊！我哋睇下出面究竟先，一、二、三。
後面呢條街咧，就係成個慕尼黑最貴嘅街，因為全部都係名店啦。咁所以咧，呢條街係好貴，但係咧佢又好神奇，禮拜日係休息啦，但係佢又唔會收曬櫥窗出邊嘅櫥窗入邊嘅嘢喎。咁係咯，因為平時香港佢會收埋噶嘛，不過佢哋禮拜日唔會休息咯，但係放工會收埋。但係呢度係會打曬燈咁樣咧，都俾你照睇咯。嗯，所以咧呢啲就係真正嘅 window shopping 啦。咁星期日先好帶女朋友嚟呢度咯。好似活動時間都唔係好多，而家已經就嚟四點啦，就嚟天黑。但我又好想去 English Garden 喎。嚟到慕尼黑一定要嚟呢度睇啲人滑浪啊！咁其實呢條河啲浪咧係人工做出嚟嘅，後來咧就越嚟越多人嚟呢度滑浪咯。咁以前亦都有發生過一啲意外啦，咁令政府諗住唔俾人再喺度滑浪嘅。咁但係有啲人就聯署話想保留翻呢個特色，咁後來政府亦都開放翻俾啲人滑浪。咁佢哋好癲嘅，一年四季都會滑。我上次嚟係落雪噶嘛，都有人喺度滑噶。喺呢架啦，仲有兩分鐘就開，睇下落車去 Stanford 係啦。咁本身我個 friend 就叫我去新天鵝堡嘅，但係我覺得應該會好多人啊，同埋我唔想喺香港同人逼，嚟德國都要同人逼，所以我就揀咗去遊湖啦。同埋而家冬天咧，應該冇咩人嘅。由慕尼黑市中心出發咧，嚟呢度只係需要20分鐘至半個鐘嘅啫。哇，好得意啊！呢个咧就系德国邮局用嚟送信嘅单车啊。咁 Starnberger See 咧都有個古仔嘅，佢咁出名就係因為以前德國嘅國王 King Ludwig II 係喺度浸死咗，而佢嘅死因係繩椅，唔知係俾人害啊，定係佢自己自殺咯。King Ludwig II 咧就即係命令起新天鵝堡嗰個國王啊。而 Disney 咧個睡公主城堡原本就係參考咗新天鵝堡起出嚟嘅。雖然咧個古仔係有啲恐怖，但係年年夏天都有好多人嚟呢度玩噶。
大家都知道我慣了不做功課的嘛，但是 hostel 的女仔就推介了這間餐廳給我，她說那個豬手還是豬腳很好吃的喔，那應該是 TripAdvisor 大家位置裡那些很厲害的餐廳，那她是在 Newtown Hall 下面的右手邊，好多進去試一下。咁我而家饮紧呢个就唔系啤酒，系 apple shot 啦，系用苹果汁同埋油气嘅水沟出嚟嘅。德国人好中意咁样饮嘅喎。主菜我就嗌咗呢个典型嘅 Bavarian 菜啦，有酸椰菜半碟。咁主要就系食呢个原体，即系猪嘅关节同埋薯仔波波。薯仔波波咧就系用薯仔啦同埋面粉猜成嘅，食落烟烟韧韧咁。要做這個原體是有點複雜的，首先呢就要醃了它，還有用針在上面刺洞，之後呢還要烤成三四個小時，期間每45分鐘就要淋一次黑啤添啊。好吃到不想放東西，我第一次見呢國菜真人是漂亮過相鏡，你看相鏡那個樣子呢，好收餐廳好細嚿咁樣啦，跟住呢個真嘅咧勁靚，跟住又好好食咯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我拍嘅旅行 vlog， 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個 video 啦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按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哦。If you like my video, please hit the like button and subscribe to this channel. Bye.